我什么也不干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不干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干，救命啊！都出去，走远点啊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小姑娘，委屈你了。陆天山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歇歇脚啊！你说我能干什么？我什么？我什么也不干，别过来，我不干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不干。救命啊！什么意思？放开我！干！救命！救命！来嘛！放开我！我来陪你玩玩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本来是应该死了，但是你大笔一挥，说老子临阵脱逃，这不就他妈的死不成了吗？郑连长，饶命饶命啊！这个是兄弟我做的糊涂，对不起，饶过我，放过我啊！我揭发你走私军火，田振兴阴我，这是糊涂。老子在沙子沟誓死待援。见死不救，这是糊涂。我这么多兄弟英勇殉国，大笔一挥把他们弄成了临阵脱逃，这他妈的叫糊涂。郑连长，这件事情呢我确实做得欠妥当。这个金条你看啊，你的弟兄我一人一根金条问你买，这可以吗？一根金条你可够大气的，正好有纸，来，给我写封信。写信？好，写信好啊，我写。他妈知道写给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你写。啊，你说我写。司令部，我这些兄弟的下落，你怎么改过来的？就他妈的怎么给我改回去？我自己写啊。女儿啊，爹没本事啊，是爹害了你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事。没事儿？真的没事儿啊？嗯。正好有人经过，救了我，我就跑了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真是苍天有眼呐！我不知道这是哪个贵人帮我，我一定要感谢这个贵人，我要谢。爹，他就是那个。你认识啊？我不认识。我写好了，郑连长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写的对不对啊？郑少君，你命够大的啊，这样都没弄死你啊！不过你今天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过来找死。现在老子就送你上路。等会儿，有件事儿我想问明白。你投靠日本人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三天后我亲自带队开到青城，怎么样啊？那现在你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？死。怎么了？哪儿打枪啊？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枪声。
女儿，哪儿也别去，在屋里好好待着啊！爹一会儿就回来啊，待着啊。去看看，是是。跟我走。副连长，田大小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刚刚听到枪声了吗？没事，一个兄弟喝多了，枪走火了。啊，副连长刚来就要走啊？我送送他。啊，兄弟，帮我一个忙，务必把这封信交到司令部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谢谢。请。老姜，哎，39团的陆天山死了，死了。嗯，他这种缩头乌龟怎么死的？小鬼子干的？我看不像。对了，你先看这个。据查，青城警卫连将士英勇抗战，致全部阵亡。追颁青天白日勋章，以彰其守土抗战之志。郑少君，你的弟兄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郑少君，你怎么了？田禄姑娘，哎，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没关系，好好休息一下啊。好。好好休息啊！你感觉怎么样？